迎大家使用我们自来水的网上缴交水费服务。首先，你可以登入住户用水，选出电子账单项目，之后输入水费单的合同号码及验证号码，再按确认。之后账单记录页面会显示出你所需要缴交费用的资料。核对无误后，可按使用信用卡缴费按钮进行网上缴费。本公司网上缴费系统只接受缴交澳门币10蚊至1000蚊嘅账单。细阅细则同埋提示之后，再按一下使用信用卡缴费，进入下一个页面。填写个人资料，同意私隐条款同埋检查账单内容之后，选择以核对无误按钮，并按提交。之后会前往澳门邮政储金局网上付款服务继续缴交流程。系统会列出付款资料。用户就必须在这里进行信用卡种类选择，按下普斯键。填写信用卡资料之后，再次按下普斯键，荧幕会显示成功交易的姓名表。请跟记发票号码，以便日后查询此项交易的详细内容。最后，你可以选择列印交易记录或者离开这个界面。就是这样，网上缴交税费就轻松完成了。而成功网上缴费的用户，我们会发送电邮再一次确认。你可以再次登入我们的系统，你会发现水费单上的金额已经即时更新。记住，网上缴费是会收取今期账单的全数款项，由于发单系统未能全面进行即时的更新，如果你想下载和列印水费单，你所见到的依然会是今一期水费单的内容，而你刚刚所交的款项会反映在下一期水费单的上面。欢迎使用网上缴交税费服务，多谢。